打开口腔训练，每天20次，让你唱歌变好听。很多同学在唱歌的时候呢，口腔打不开，所以咬字呢就很糊，而且很无力。那解决这个问题呢，通过以下这个练习就可以了。打开口腔的训练，每天练习至少20次以上。如果你觉得有点干涩，哎呀无聊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选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歌，跟着它做一个口腔操就可以了。怎么来做呢？以下要点要记住哦。第一个，我们的下巴呢一定要放松，为了避免呢它过度的用力，我们可以在下巴上面呢放一本书，这样顶住我们的下巴，然后呢在你抬开口腔的时候呢，尽量的往后往上抬开，感受到这个边边上是凹进去的，往上抬开，带着一口吸气的那种感觉把它吸开来。这个动作我们带上自己喜欢的歌曲试一下吧。你能坚持多久呢？就这么简单，你完成了吗？打卡完成的同学在公屏区扣个一，我看看有多少同学哦。